死刚才那一击竟让我突破了运灵五重天。小家伙，第十层的灵气竟然没有压力。哦，这里竟然还有一个生命灵泉。哇，这么多生命宝液。这种废物的实力根本无法支撑这种大神通，看你还能坚持多久。停下，否则你的金元我还被抽空呢。
太强了，再这么下去，身体会扛不住。你逃不掉的，乖乖认命吧。退无可退，只能继续往前。原来压力过于强大，会自动激发金色符文。修行多年，终于见到传说中的雷谷天音了，这辈子值了。吞天功法太可怕了，竟然能将吸收的灵气完美炼化，直接让我突破了运灵二重天，这样我的提升速度也会比常人更快。趁热打铁，继续往上。这些第一层压力太小，没什么提升，太难了，去高层试试。我感觉我突破不少，那我也得加把劲了。咱们去下一层吧，再坚持一下。不行了，坚持一下。又一个不自量力的爆体而亡了，修炼不易呀。又来了一个送死的，这武器怎么是神龙来的？被打脸了吧？人家比你轻松多了。